打什么主意呢？哎，就在那儿有一个，不然他会不会去够？你也过来玩。你也好久没爬了。奥运，人家怕你哎。衣上面应该晒得烫的。但是它的皮毛这么厚的话，应该没什么感觉。Yeah. 你看它挺舒服的。奥运，奥运啊，小心啊！啊，catwalk 你看，烫不烫啊？啊，烫手了。他摆 pose， 他在想，怎么下去呢？我鱼这么高，他一点都不恐高。你看。很灵活，已经。嗯。行云流水，哎、哇！